升级，今晚推出2010年开年第一季《麦霸英雄会》，明星周杰伦、林依晨等今天携手出席新闻发布会，助阵《麦霸英雄会》的开播盛典。下午3:30，周杰伦和林依晨两位人气明星特邀前来，共同为浙江卫视开启《麦霸英雄会》的开播盛典。对2010年升级版《我是大评委之麦霸英雄会》，两位明星充满了新的期待。